会舍得，会早上宝贝在跟你拜别时候掉眼泪，对不对？把他的这个最信任的捧花献给他想献的人，很好的闺蜜，对，这样。负责策划主持的台湾的主持人陈凯伦，赵凡，一对一见钟情幸福甜蜜音乐婚礼正式展开，掌声欢迎男主角赵凡，一发果先生，挽着他最棒的女儿一瑞，请进场。你愿意嫁给赵凡吗？我愿意。赵凡先生，你愿意娶我们全世界最棒的新娘一妹妹吗？我愿意。会不会舍不得？会。早上宝贝在跟你拜别时候掉眼泪，掉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，你还舍得把手绘做一个传承吗？愿意。昨天晚上，一瑞跟我说。凯伦老师，我想加一个环节，要把他的这个最信任的捧花献给他想献的人。很好的闺蜜，想把这份幸福传递给他。不行，不行，怎么样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不知道他要给你吗？你不能这样。你要讲什么？对，因为我们已经我们已经16年了，然后我们自从高中认识了之后，我们就是互相彼此最好的闺蜜。即使你今天嫁出去了，然后我们依然是你最坚强的后盾，就是有什么事情我们也会一直在你身边。